5月29日中午，人气男子团体 XO 成员开因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赴法国巴黎。当天开一身休闲西装加身宛如走秀，帅气现身机场，机场不少粉丝前来送机。面对粉丝和记者时，开全程带着亲切微笑，礼仪满分。据悉，开此次赴巴黎是受邀出席某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的早春大秀。相关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